者方霍宗台北报道。英国男士精品 Dancing 在创意总监 MARKWESTON 掌舵下转移发表会阵地，成为巴黎男装周的亚洲大戏。本季他带来跨越英伦文化与风格界限的设计，呈现阳刚狂野与叛逆的全新男士形象。 Dancing 2019春夏系列巴黎男装周最后一天登场，模特儿展示了全新的男士形象，过往被定义的时尚品味在该系列中得到了酷味十足的颠覆，并继承了高规格的皮革与裁缝工艺。 Mark Weston 将绅士裁缝店的精准剪裁与不羁的摇滚格调融合，打造出阳刚的男装风格，时尚元素的混搭与对比，颠覆住传统男士穿搭原则。Dancing 本季设计跨越英伦文化与风格界限，呈现阳刚狂野与叛逆的形象。Dancing 提供 Danc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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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ring Summer 2019 Full Fashion Show Exclusive 影音连结。